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徐。那这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跟美好世界合作的双周卡片，会在这个跟他们合作的第一周登场，就是这张奔跑蜥蜴哦，长得有点丑。那令人意外的是呢，它居然是这个火兽类，然后 CD6 玄冥绝尘巨灵哦，技能有两个效果，第一个效果是引爆光跟暗符石掉落强化符石，那第二个效果是两回合内移动符石后的光暗掉落率会降至 50%。那原有几率会增加至新符石掉落几率。那其实它有两个方案啊，就是一个是放在火兽队里面当做火兽的牛棚来使用，毕竟现在火兽队长林子的话，他能用的卡其实太少了，那可以当做一种小炸板这样子，然后也可以拿来解一些强化盾。那第二个效果，第二个队伍的话可能只能放在旁背，因为它这个两回合内原有几率增加至新珠掉落率的话，因为新珠是旁背的攻击珠嘛，所以放在旁背里面也算是可能会比较搭一点啦、啊、然后光暗对旁背来说没有用，所以这个第二个效果的话放在旁背里面也是还可以用，虽然说是可以用，但是我觉得它还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啊。比如说你旁背有缺卡，或者是你火兽你喜欢玩火兽队的话，你可以刷一张放牛棚。那旁背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它不是必要的卡，只是如果说你有玩旁背的话可以刷一张用，但是它不是必要的。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啦、啊、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订阅一下，右下角也帮我按个喜欢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